我这里有物资。当时房里有两个人，对，其中一个就是泄密者。皮卡多那天风沙很大，在我看清他脸之前，他们就开枪逃跑了。所以加上你，现场是有三个人，三支枪。没错。经过对现场弹痕的勘查，确实存在三个开枪点，但只发现了两支枪的弹头。我用的就是这把P92。你们可以对比枪支入库档案，弹头膛线也对比了，两个相同的开枪点恰好都是你的P92。所以你们怀疑我是内鬼，用这把枪在两个方向射击演了一出戏。冷静，探员，我们的职责是提出所有合理的可能性，并且按照规定进行调查。现在请你交出权限卡。你也很久没休假了吗？